你决定，我设计，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去做 logo 设计的挑战。马桶的 logo， 这是一个让人信赖，然后坐下去又很舒服，解决问题的马桶。想要简洁，可是又有点未来感，是会神空吗？为我的马桶是未来的趋势，然后让所有人呢也有一个豪华的坐厕享受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开始。